曾经风靡一时的 Last Day on Earth Survival 变成方块回来喽。游戏界面基本上与末日生存雷同，玩家必须要打猎、采集食物、建造自己的堡垒来抵御每天来袭的僵尸。此外，游戏中一样有空难、空投等物资，让新手时期难以生存的玩家们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一改末日生存灰暗写实的风格 ，Cube Survival LDOE 将可怕的僵尸、生化怪物统统变成带有喜感的卡通风格，让玩家能够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游玩，再也不怕半夜玩到被敌人吓到喽。